好，0-0，没有不让分，他1900多，1950，他1950让啥分啊？0-0，我操，扶起来也行。第一，哦，这个发球，他这个球的长度没发够，我觉得2-0。哇哦，他这个球如果是这接的是以防高调的形式去接，但他其实他是个前冲的，不对，还可以，对，三两面弧圈，1-3吧。球不是足够长，解说吧，好好解说。1-4，刘爸，我们去打一场吧，刘爸，我们去打一场。1-5，5-1。稍微过一下。6-1，6-1。我的拍子呢？哇，这球有点转，是转了。2-6，我觉得现在校花应该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，他只是把自己会的那些试一试，看有没有哪些 work。3-6。现在开始试短球。前面还是发长球，发现一般。7-3，已经短程确实掉球了，一般也不差。7-3，这种球掉球最喜欢。哇塞！现在发现今天打掉球锅的这个正手，这些挑战者的正手都是很惊艳。4-8。想招，看有什么勾手。这个勾手质量真的是很差，说实话。好，第一局行。好，第二局0-0，不能消，平推，不要给他下旋，不要给他落下旋。1-0，0-2。目前看来，校华是属于这些挑战中比较不适应这种高手的 style。你看，就你过去上天推过来极沉，而且速度又快又长。0-3，实在不行就只能这么磨，就一板板的往上拔，对方他一板板的架。3-1。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对，就是锅的发球局，校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就你回到他反手长，他其实在那等着你了。他不像其他选手，他那种追法其实挺有效的，但对于就是锅来说，并不是很有效。然后就这里边，然后就是锅也他被打不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1-6。主要是小华他那个，哇塞，这都已经是拼命式打法了，也被对方怼回来了。7-1，这种，哎，差点输。8-1，反正就是一个左手。短一个正手，一个正手短，一个反手短，就你那么搞，你没什么办法。1-9，
其实虽然很悬殊，但其实有一个几个幸运球啊，一比十。这种球不行，给 George 锅发这种短球一定不行。来总结一下，有什么校花这种选手遇到 George 锅很容易打，就是说明反手还是不太 solid。校花其实反手是能起球的，但他起的都是上旋球，都是挂旋转的球，这种对 George 锅没有威胁，因为他可以接旋转。我们看看校花这局什么想法没？你看这种不转球，这边就直接就给你拖回去，平拖。就往前推，就很难办。过山，过山。我们这个还是，其实校花，你看今天很多其他选手拿救济锅的分都是这样，先稳住，等救济锅变正手的时候再去抱他一把。对，反手一定要能架住，反手磨住正手，等一把机会抱，但是很难。二比一。这种落下就是叫这个是可以发力的，有必要了他打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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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你们发现其实校花这边都是在用手臂发力，然后借不到力的话就容易下网。三比四，四比三，就接的质量还是不够低。虽然知道是不转球，知道抹过去，但是那个球没什么力气。就是顶多是一个四分五分质量的接球，那不就等着被对方开始搞你吗？三比五，尝试着发一个正手短球，正手长还行，难得教主播会有一个这样的失误，四比五。这种，哎呦，这终于反手爆发了一个，发力了一个，五比五。为什么？只要是能回来，这个很意外。好，加油！29-29，5-6。你看，先反手磨到三四个回合以后，就会有机会。六平，第二班主攻反手发力，看还能不能过。哎呀，可惜。一样的，它两面颗粒是一样的。七平，哎呀，可惜，七八。sorry， 没事没事，就可以。哎呀，漏掉了。8-8，我觉得这反手相持其实是相持不过教主锅的。教主锅如果铁了心要就是给你推反手，应该是最后还是他得分比较多。8-9，要再慢一点。第二个球争取上台，10-8。对，他其实他这个反手拔有这个多，我觉得其实没有。好，10-9啊，看能不能稳住这个球，这种就好玩了。
哎呀，可惜了，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让小杨飞干才杯两边多了就都没法喝吗？要不开始吧？开始啊！小杨是那跟焦就是第一次交手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次交手。正手就是很松。
3-4。主要就是换，先换一个正手肘，然后再搞一个反手肘，追身。Thank you.